潜水已经港的登记艺术品。哦，过了那个新义桥往东还有，然后有那个拱形桥，正画面正中间那个是古代那个啊、哦、那个取水设备的水锥桥吧，锥桥集水设备那个设施。哦，过了拱形桥往东，靠近南荣科技大学这一端水秀里吧，哈、哦，还有艺术啊作品呢。哦，那附近呢、哦、好多菜园，种菜的呢。日川山水哦，嘉义大学视觉艺术研究所的作品。